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原来是小明哥让你送剧本来了。不过呢，你正在玩游戏，所以不打断问题进不去的哦。通关密码是什么？不说不让进哦。哎，你俩别闹了，拿着。小明哥把剧本送来。给我看一下，不给，你给我，哎，不给，快给我，不给，哎，不给，你快给我。现在游戏开始了，赢了才可以进啊。啊，我懂了，你们要接受挑战吗？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不是你生日吗？啊，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我想一下，没错，是三月呀。哎，你傻，你手挡住了，是八月。啊，八月。哎，那没事，将错就错吧。你快许个愿啊！哎，对对，将错就错吧。走，我们先换个地方吧。我把蛋糕放厨房了。太有味了。哎，你的礼物在这儿呢。那个是别人送我们的礼物。哎，别放那了，我看看。一定会觉得很惊喜的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来来来，给你姐姐。开个玩笑。知道你最近挺忙的，给你放松放松 ，happy 一下。对啊，你别生气，我们还约了人唱 K，